记者洪素金台北报道。刘湘慈在《新兵日记》里饰演最美士官长走红，之后结婚秘密产子，产后刘湘慈身材恢复迅速，日前更见一头利落短发演出电影。产后因为老公支持她继续演艺工作，更对她说，没有人可以一辈子为对方牺牲，一定要找到生活重心。一席话让令她动容，昨刘湘慈婚礼穿搭胸前黑纱神秘地带让网友暴走，直呼刘湘慈帅又美。刘湘慈与老公钟凯威育有一子 Teddy， 刘湘慈曾表示在老公鼓励下，目前正积极复出拍摄 TVBS 新戏《女兵日记》，但对细节守口如瓶。近日顶住利落短发现身，和老公一起去喝喜酒，刘湘慈穿住黑色透视裤装，性感中又不减帅气，引发网友一阵热议。尤其是胸前那神秘黑纱超级性感，虽没露出乳沟，但是胸前开叉逼近肚脐，也让网友暴动，纷纷想掀起那神秘蕾丝黑纱。刘湘慈和老公翻摄自脸书，刘湘慈分享婚礼穿搭。翻摄自脸书，